酱油哎。对，可是它没有那么甜，它是比较咸一点，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肥肉是南部的感觉，那种软软嫩嫩的。没办没办，欸、你的鸡肉饭给我试试看，应该不，我帮你先尝尝看。它的鸡丝感觉有卤，在地人带入杀戮海鲜，台中海鲜的火锅担当啊。哦，原来那么大，好听，我们就紧凑一下。江江，今天德瑞克终于来到网友鸡推的这个台中海鲜担当第一的火锅店，他们家的酸菜锅真的是必点，吃了为之惊艳。另外，他们还有不输外面连锁店的34种满满的蔬菜自助吧，吃到饱哦。的那个菜吧不输竹间哎。对啊，我第一次看到炸弹炸得这么的有立体感哎。究竟这一间能不能过关呢？我们走喽。嗯，这个酸的我很爱，它很酸，很酸，真的很酸。这个人是一个老师哦，不要把他的学生一个老师哦。如果台北有学生看到他，请标记他，让他哄一下哦。然后就有网友就会讲说啊，你们怎么都没有去拍海鲜的？我们去吃吃看。他们说海鲜哦，台中海鲜的很强的火锅，来吃吃看。它是蓝灯还是绿灯？蓝灯哦，不蓝灯费雪。但没有人要理我。认识啊！哦，不然灯费雪现在没有人认识啊。那个神鬼奇港的，In Houghton 运动的。好了，大家好，我是德瑞克。今天的话，跟外星人杰西来到了，这是哪里？台中沙鹿海鲜。对啊，然后我们不要讲那个会站南北，不要了。这一次的话会来到这边，是因为我们之前拍太多台中的火锅。好吃的，然后就有网友就会讲说啊，你们怎么都没有去拍海鲜的？所以我们就特别问台中以前读逢那个叫什么东海的那个叫什么蔡妍祖，今天没有来，他是在地人带路杀戮海鲜，台中海鲜的火锅担当啊，这一间，叫什么上食院？上食院，我本身是没吃过，可是我有先去看他的菜单，他好像也是有点像我们新竹很喜欢吃的那一家，那个叫什么？他也是有那种炒的那种石头火锅。但是它又加上一个我觉得更强的是你喜欢的菜霸竹间，像竹间那种菜霸吃到饱。菜霸，我们去吃吃看。他们说海鲜哦，台中海鲜很强的火锅，来吃吃看。啊，你是不是又要再吃冰淇淋了？哎、欸，可能请老板推荐啦。其实我们也怕我们点到了不好的，等一下误会人家说，人家说是海鲜最强，结果我们说哎、欸、好像还普通。所以老板刚才点了给我们几个。功夫排骨酥、老坛酸菜鱼锅跟啊，你最爱喝酒的嘛，烧酒蛤蜊乌骨鸡锅，他们的鸡卤饭很好吃。哎，鸡卤饭我本来以为只有宜兰有，结果他们也有鸡卤饭。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喷醉鸡肉饭。哎，你看，来对，我鸡肉饭哎，那我看你有鸡肉饭，大公鸡肉饭，你也看来对，来对，真叫鸡肉饭啊，喷醉鸡肉饭。啊、你们没有看过那个影片有吧？台北对，你们台北是学我们宜兰的。好，等一下会开战，会开战，对啊，会开战的，会开战。你完了，苦瓜、欸。对，他菜包很有诚意，是他三苦瓜。对、啊、对，然后菜蛮多，而且都很漂亮。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请问这是什么菜、啊？麻油白菜。哦，奶油白菜。奶油，这是麻油。很有诚意，而且是三苦瓜哦。然后水莲很赞，然后小黄瓜哦、no 这边也有一些那个叫芋头，赞，这个要放到汤底去煮。臭皮，它是臭。哎、欸，我觉得它的这样这边几个、啊，它配料这样几个，1、2、3，34个吃到饱。我觉得它的那个菜吧不输竹间哎。对啊，哎、欸、不输竹间，竹间已经很强了，对，不输竹间，我觉得不输竹间。好了，这边还有哎、欸，它有乳酸菌，然后这个是。桂花乌梅，你的什么什么就像什么乌梅子酱，好烂啊！然后这个是茉莉花茶，好了，我就只能喝这个了。你上了年纪就只能喝这个啊！我要喝这个。啊，你不是上了年纪人，你怎么可以喝这个？啊，他们都喜欢喝白白的，勾勾的。他说什么？他说我怀疑我在开车啊，但是我说，但是你没有证据。哇！好，谢谢。咸酥鸡，我第一次看到炸弹炸得这么的有立体感哎。我怀疑老板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海陆双飞套餐，听起来像是某种妖术，好像一种术语。
哦，原来那么大，好，你怎么没有警告我一下？封锁学校。这个人是一个老师哦，不要把他的学校。这是一个老师哦，如果台北有学生看到他，请标记他，让他红一下哦。这个是什么？排骨酥给他好了，然后酒等一下放这一边，给他放进去啊。对，要放进去，油葱酥。嗯，欸，你这一锅真的很特殊，我没有看过有火锅就是这样子。可是我怕它会太油，等一下喝喝看。那试试看啊。对，我有点。哎，爷肉饭很快改北派哈，对不对？那我们要加什么？啊，先试试看原味。南部的卤肉饭，南部卤肉饭，它上面好像还有在淋酱油哎。对，可是它没有那么甜，它是比较咸一点，然后它的那个肥肉是南部的感觉，那种软软嫩嫩的，北派北派。你的鸡肉饭给我试试看，应该不，我帮你先尝尝看，它的鸡丝感觉有卤过，嗯，它鸡丝是有味道，你看它有点深哎，它那颜色是有点深哎，这是两颗吧？应该哦，对啊，这是两颗，哎。哇，这一颗吃下去应该会中风吧？哇，这个好好吃哦，感觉很下饭。关键是热就饱，鸡肉这个酱汁啊，有没有？是甜酱油哎，很甜的，很解腻。然后这是什么？敢说一定要叫我们试试看。花枝虾油条。花枝虾油条。哎呦，有，对，还活的，还活的。嗯，真材实料，这样看得到吗？我看，有看到哦，它里面很有虾仁的红色的，它外面就是很脆的油条，里面是很像那个炸花枝丸，但是又包了虾仁。这个是炸年糕。炸年糕。嗯。还有声音啊。嗯。哦，这真的就是那个年糕啊，黑糖年糕啊。所以想，哎，火锅我第一次看到有在卖这个什么，干不 OK 啊？对啊，都高蛋挞了。不够，有一说一啊，它咸酥鸡还不错，啊，会干，嗯，不会干，还蛮还可以，这种地方还可以，还可以赢，还可以赢过一些很多台北的小店，嗯，小心哦，小心哦，台北小店有很多啊，一体两面，那代表我一次得罪很多，酸菜鱼锅的料也是很多哎，欸，它真的是酸菜满满满的，好多酸菜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辣椒，包括很辣，欸。他们的鱼这么肥，鱼肥那么大，对啊，这不是因为我们拿相机拍摄。如果你们有了其他人来这边，电池没有那么大的话，都不关我的事了。然后排骨酥还会附一个那个叫什么？梅花猪。哎，其实排骨酥这样感觉最划算。两种肉，对，它好像是300还是400块而已，它有两种肉。嗯，哎，欸，意外的清爽，猪骨油啊，它是很浓的油葱香味，油葱猪骨味，但是不油，好特别哦。还有刚刚担心了一下。嗯，这个酸的我很爱，它很酸，很酸，很酸，真的很酸。哎，欸，啊，我的鱼呢？欸，不对，我刚才放在里面煮的，是不是被你吃啊？是不是你吃了？没有，我真的没有。你不要跟我耍花样啊！它的这个也是很多，料也是很多。肉很嫩，可是它的是乌骨鸡的 OO 哎，看起来有打包 Q 的，不过看起来肉很嫩哎，试试看哦。嘿，它很久，它很久，这个好喝，很米酒，你不能，你不能喝。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又没证据。它很久。我怀疑你在开黄腔，但是它很久，你试试看它久不久。这鸡久不久？嗯，它真的蛮久的。嗯，我误会它了。我刚才看乌骨鸡，看起来哦有点恶心。它吃起来好嫩哦，很嫩啊，很嫩，而且它又有那种像土鸡那种扎实的那个纤维感。嗯，哎，它鱼是干嘛？没有套抽逼呀，相较起来的话，比起你这一锅，我更爱酸菜。我也是，嗯，汤料真的很好喝。我也是，它的汤底就超好，而且它的酸菜很多，可以配肉。
它酸中还有带一种花椒味。嗯，干嘛？没有，我在说。嗯、欸，那、欸、口爆。太酷了吗？我刚才觉得它很香，然后我想说它有点花椒味，对，花椒香。试试看你的白骨烧。如果喜欢软嫩，就是一开始就放下去。嗯，对。啊、如果想要要保有一点脆度、硬度，就慢一点放。哇，它的排骨酥味道好浓哦、啊！它本身肉是有腌过的，然后中间有一点纤维。嗯，其实我觉得它的东西不太需要再蘸那个，不要再蘸酱，不要蘸酱，本身就很够味。所以老板弄了十几种特殊蘸料在那边的话，也是多此一举。因为本身就蛮够味。不是因为我们在海鲜怕得罪人，不过真的是海鲜火锅店的扛把子。我觉得他没有到。你要问店长有没有卖水饺吗？什么？为什么？他说先生说我们有啊，海鲜专属水饺。他说哦，不行的，我们不能都那个称赞的，人家会以为这个是业配。啊、我们要找一下他的破绽。啊，有酱料多余。多余啊！多余了你啊！多余啊！还有蔬菜区有小黄瓜，这也是缺点。嗯，是缺点。欸、我们这样拍一拍，火锅店也拍了快100家了吧？欢迎各路火锅店来挑战。哎、欸，你要煮那个？等一下再煮啊，那个王子面拌麻辣酱。什么？你在酸抖什么？酸哦、很酸哦。浓。很浓。他在抖。很酸，那个很酸。酸。我的女友敢吃屎，你女友敢吗？啊？咋了？我弟弟敢吃屎。你弟弟敢不敢？我觉得三锅都蛮有特色的。对，可是我的第一名。我觉得我的第一名。一二三，好。所以我跟你是第一名是酸菜锅，然后那个三哥 是这个叫那个排骨酥。排骨酥。排骨酥锅。功夫排骨酥锅。对。这个也是也不错啦。我觉得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味道。对，对，我也觉得蛮出乎。对，但是如果你要吃很多很多的话，我觉得酸菜鱼是最安全的，因为它可以到后面你还可以就是解腻。对。对，因为它是带着那种酸菜花椒，它不是像白菜酸肉那个，不是白菜酸肉。不是酸菜白，它不是那种酸白菜酸肉锅，它不是酸菜白肉锅那种酸菜的。对。但是我觉得最超值的是这一个。哦，那一锅。五谷鸡真的嫩。你光那个你就赚了一瓶米酒了。发挥你的实力啊！你等一下肉一肉吃一吃啊。哎，吃青菜，各位，你们想便秘？等一下还有那个哦，那个叫什么？夜市哦。来，我们来吃吃看老板说的这个叫什么？麻辣。它有这个麻辣酱。拌王子面。对，然后拌王子面，你把王子面拿出来。大侠爱吃汉堡包，神经牛肉全是苗，香港市民添口福，吃完以后洗泡泡。嗯，不会太辣，超级浓的那个花椒麻油香，也是还 OK， 但是不要全部加，全部加就会有点太重。感觉全部加有点太重。你刚才听过来讲说，刚刚有一个人进去，他说你要现在最快的话要等到9点，所以代表后面就是全部都满了。你还看不起人家小店，那时候还接下来就说，哎、欸，那个店面有点小，我刚才以为店面很大，就是店面有点小。你不要以为台中店面都很大就是很强的店哦。对，真的蛮好吃的，这家还不错，给他一个 respect， 真的还不错。它吃起来很饱足感很够，对，还不错啦。菜色很丰富。好啦，海鲜强，下次我们来拍海鲜的美食好了，不是都很多人搞那个什么 Migo 那一些的，有没有？嗯，对，下次我们来吃吃看海鲜的美食。好，我们现在要再去台中市的这个汉西夜市，第一次去吃，来去拍这个夜市特辑，敬请期待啦。好啦，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